饮料大厂举办的3对3斗牛比赛在今天登场，这主办单位邀请到了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担任开球嘉宾，而另外呢也有甜心主播队来站台。这3对3的斗牛热潮今天是正式的引爆了，全台超过7000名的篮球好手要共同角逐冠军宝座。主办单位今天特别邀请到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担任开球嘉宾，另外也安排了甜心主播队来大秀球技，也要替选手加油打气，用趣味还有话题性为热血的篮球比赛提前暖身。